去麦当劳。麦当劳，先去麦。现在，要喝什么？大清早吃薯条的只有你了。我还没吃完炒饭呢，你先吃哪一个？今天太阳好好。Let's go。Eildon， 这里真的好漂亮，太美了，而且很多当地的人都来这里玩快艇啊、划船，还有捕鱼，真的太好看了，超级美，就像画一样。我看到那边有人在玩快艇，哎，这里美得很。不真实，还有人在钓鱼，伸手可得的鱼。啊，这里的水还蛮清澈的，清澈见底，对的，湖里的水清澈见底。